镜头来到伊利诺州 LPGA 州农精英赛，天色灰蒙蒙，但是台湾高球红红红。像 Jiko 明明就是泡菜妹，硬要取个 Mindy 的假洋鬼子金敏迪，投六洞抓两只鸟，就以为可以追上曾雅妮，不可能的哟、哦。另外是这个之称 All So So 的 Christy Kerr， 最后一轮缴出了67杆，想追那是 Mission Impossible， 因为世界球后曾雅妮四轮表现平稳，最后45洞保持零 bogey， 第四轮还多补了4支 birdie。标准三杆的第17洞，距离188码，直攻国林。啊，我看到无啦！妮妮以三杆之差收下了本季第2座 LPGA 锦标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唱《Loving You》。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来不及了。好，继续，这是好消息了。台湾高球女将曾雅妮，她在 LPGA 州立农场精英赛当中，再度展现了她世界球后的身手，最后以低于标准杆21杆的267杆成绩夺下冠军。这是曾雅妮今年的第5座冠军，也再度稳固了她球后的地位。有了全国军民同胞岳阳支持，还有当地撞球店老板的宣传加油，咱们宝岛出产的世界球后曾雅妮果然不负众望，当真把这座冠军给赢了下来。It's top gear just in time for the summer. Watch out, the world number one is finding the winning ways. 小妮子从第3轮跃居领先后，最后一轮仍旧是一个字稳。18洞下来0失误，没有吞下任何的 bogey， 另外抓到了4只小鸟，4天总计低标21杆的267杆。3杆之差击退了美国女将 Christine Kerr 陈后，这是曾雅妮本季的第5座冠军，也是本季的第2座 LPGA 金杯。I'm very happy. I love this place. And then, you know, when I was rookie year, I've been very close here, but I didn't make it. Then this time, I really learning and I've improved a lot. 曾雅妮在赛后止不住兴奋，马上上脸书留言跟球迷分享夺冠的喜悦。而原本遭到 Susan Patterson 步步进逼的球后大卫，也因为这一座冠军到手，又重新稳固了下来。今年曾雅妮的成绩稳定，可以期待接下来小妮子不断的会把好消息传回来。Mission 成员王太奇怎么报道？Alright， 世界排名第一的来自台湾的高球球后曾雅妮，今天在 LPGA 州农保险精英赛勇夺冠军，以单日低于标准4杆的68杆，那么4回合总杆数低于标准21杆的267杆成绩，抱回的奖金大概台币735万元。这也是这个曾雅妮呢今年在 LPGA 赛事的第2座冠军，也是她2011年的第5座冠军奖杯了，太棒了。